这几天发了不少战国时代国家的战略分析，有些伙伴呢很喜欢，有些人呢并不太赞同我的观点。比如有人认为魏国优先向西发展，占领关中啊是正确的；有人则认为魏国应该先恢复晋国的版图啊，先攻打韩国和赵国。其实呢，这些战略的制定啊是和中国地理大势啊有关系的。如果把中国地理浓缩成一个城堡，那么各方呢就在城堡里面争夺，任何一方想打赢的话，肯定要优先占领啊制高点，占领啊易守难攻的地方。那我的这些观点呢，都是从地理方面出发的方案。我不否认优秀人才对于历史的影响啊，有天才出现，当然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啊。比如给你一个吴起、李世民、朱元璋、韩信、李靖啊这样的一。但是你不能保证几百年的时间里啊，你总能持续不断的出天才将军和优秀君王，就像齐国出了一个管仲啊，魏国有了吴起，可以让你称霸一时。但是你不能保证几百年的时间里啊，你代代都有管仲、吴起这样的大才，那的话别人就没法玩了。那唯一能够持续保证你安全的，只有地理优势。那这种天然的地理优势啊，还不仅仅是一个城堡那么简单，像秦岭、太行山啊、长江这种高山大河，那不是一个小小城池关隘能比得了的。地理优势给你加了一个保护层，有实力的时候就出击去打击敌人，打败了那么就退回来疗伤休养生息。有地理保护，敌人不容易攻进来伤害你，让你可以在虚弱的时候喘一口气，等到明军两将到来的时候，政情人和的时候就可以出击一统天下。这种立体的中国地形啊，就看得一目了然。从北开始呢，燕山、太行山啊、秦岭、巫山、大别山啊、长江在外围，包裹了中间呢这一部分平原。平原上面呢有粮有人啊，但是只有这些地方呢，想夺得天下也是非常的难。地利呢都是在外围，想打赢就必须先占领这些制高点和险要之处。搞明白了地理大势，那我们再看战国的情况。根据地理，可以给每个国家都做一个战略分析，依据后世的成败得失，得关中是最佳策略。秦国刘邦、李渊都是拥有了关中之后再徐图天下的。那么这当中，首先韩国肯定是最难的，它受制于先天的地理制约啊，地处中央，缺乏纵深，基本上它是没有机会的。那么赵国呢，首先应该解决燕国啊，并徐图占领山西的全部高地。齐国应该优先向北取燕国或者赵国。齐国向南向西啊都不是最佳方案。楚国向西取四川比向北取中原更好。向西取四川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，就算是出汉中的时候不能成功，但是可以遏制秦国的发展。魏国呢向东向南都不合适啊，容易被围殴。其他国家呢不会坐视他吞并韩国，向西就是他的最佳方案。燕国呢向南取赵国啊，比先攻击秦国要好得多。但燕国这个地方呢人口少啊，粮食产量不多啊，是一个大问题。那么这些方案呢都是根据中国地理大势啊，加上后世2000年的王朝争霸史啊来分析的。秦国想要统一天下，优先取四川是上策。幸运的是啊，他看到了并执行后获得了巴蜀这个粮仓。如果他优先向东发展啊，先取韩国，那么势必会让东方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他，难度会大一些。那么取了四川之后呢，除了粮仓，还对楚国造成了压迫之势。你可以说秦国是误打误撞啊，但从战略上来说，就只有秦国做对了啊，所以他最后一统了天下，以至于后世几百年的王朝都跟随他的策略来取天下。你明白了吗？